財經我啲嗱，跟進翻蔡天鳳少少嘢，咁呢次都應該呢件案都應該完，就等法庭宣判。細節大家好清楚。咁28歲呢個女模特兒蔡天鳳，譚仔創辦人嘅新抱，之前被揭租人哋碎屍，一片嘅歌功頌德。讚揚之聲不絕，但係邊一個讚揚都有可能係死者為大，或者一啲所謂嘅叫做網絡啊，即係做出嚟嘅。但係真真正正你可以睇到佢現任嘅丈夫 Chris 同譚仔嘅創辦人佢兩公婆嘅態度。第一，有啲人嚟到呢一度。都會講一啲場面嘅説話，好説話。但係你睇到佢現任嘅丈夫 Chris， 雖然佢哋冇註冊，但係百般嘅維護同埋承諾，就係除咗蔡天鳳同佢生嘅兩個細路仔，連同佢嘅前夫，佢都話會一起照顧。我相信佢會講得出，做得到。點解？其實蔡天鳳嘅好。當然就是 Chris 的好，只有 Chris 這種人才會有蔡天鳳這種人，才會有這樣的人格發生。你問我為什麼？因為 Chris 容讓自己的太太不妒忌，因為他有兩個小孩，容讓他照顧他的呢班咁嘅叫做咩話？犯罪家庭，而仲可以當朋友對佢嘅前夫，大家要明白，你更大方都好啦。男人都會有條刺，而更重要嘅好多嘅錢，好多嘅使費，甚至一對仔女可以四個嚇一齊出遊，一齊翻學，司機共用。他說如果不是男方的大方是根本上做不到，如果這個男方他不是那麼愛這個女人更加做不到。蔡天鳳被一班冚家產謀殺了，但我相信他會放心。為什麼？因為就是他的丈夫 Chris。 這件事打擊得最大的就是他，他不單止因為愛愛屋及烏，愛這班這樣的犯罪集團，愛他這個老婆的之前那兩個小孩，到今時今日還可以作出承諾的話，我覺得 Chris 很偉大。節目做到這裡，希望大家 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睇廣告，可以話加入會員同比賽。大飛Antenna，希望得到大家嘅支持。拜拜。